Hello， 大家好，又有漫畫狗啊，歡迎又嚟到我嘅 channel 啊。咁咧，今日呢一個咧，並唔係一啲遊戲影片嚟嘅，純粹係喺度叫做講下嘢、吹下水啊、廢洽下嘅啫。咁咁我今日想講咩？就係想講一啲可能關於我嘅台務嘅事項啦。就係咧我就都拍咗打機兩年幾啦，咁就。我就發現有啲比我本身最開始拍片嘅初衷有啲叫咩脱咗軌嘅我而家嘅狀態，咁就變成咗完全一個純打機嘅遊戲台啦。其實本身我打機某程度上咧係想有一個叫做平台咧嚟 sell 下我呢只漫畫狗嘅，咁但係就開始變得開始懶惰啊，掛住打機啦，就純粹播打機嘅片啦。啲 game 又越打越長啦，可能我通常平時每一隻 game 都畫一幅畫啦，變成越嚟越少啦，咁就有啲失咗平衡嘅感覺，覺得自己咁就想喺度開始就俾自己一個少少里程碑，就係開始改變一下一個作風啦，就係、是去專著重翻於我打機片嘅呢一個，唔係著重翻我一個畫畫嘅呢、這個原本性質啦，就係、是可能想畫翻多啲畫嘅呢、這個 channel 裏面。咁機咧就可能都會照打嘅，咁就因為始終咧我記得好耐之前都講過一次咁大把嘅，就係話令到打機變得冇咁冇用啊，即係我生命裏面。咁就機我中意打，但係又唔想好似齋坐喺度打完機咧，有種嘥咗時間感覺。雖然依家好多機咧都係有嗰個故事性咧，令你有啲啟發，但我本身並唔係一個好 J 故事嘅人啦。咁就即係我中意畫作故仔，但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唔係好有耐性去睇 game 嘅故仔。其實我因為有陣時閱讀嗰啲文字，睇下啲咩故仔，你如果太長篇大論嗰啲咧，咁我就真係冇乜興趣去睇落去。喪屍 game 會好啲嘅，係咯。咁就。係咯，所以就可能我會變咗嚟緊會畫多一啲畫啦，少啲打機啦。咁同埋咧，就因為咧有陣時我都覺得咧，其實反正冇人睇啦，我 channel 講真，我呢條片一咁樣拍完都唔知有幾耐之後先會有一個人可能 click 嚟睇一睇啦。咁就無謂要逼得自己太緊啊！有陣時覺得去到有陣時啲位都覺得辛苦啊，就係、是我本身而家其實依家暫時嘅。速度是想定性一個禮拜有四條片嘅，咁就嚟緊可能唔會有呢個情況啦，會隨意啲啦，有片就掟出嚟啦，冇片就可能就會擺喺度啦。始終個 channel 真係冇人睇，雖然温咗兩年，有七十幾個訂閱，係得七十幾個訂閱，唉，所以就有啲唏噓嘅感覺。咁冇辦法啦，咁鬼叫我喺一個。YouTube 改咗制度的情況底下，先開始拍自己走出嚟拍片啦，自己攞嚟衰嘅。如果早多幾年咧，咁會個好少少嘅，因為早幾年咧 YouTube 個制度係比較就係佢會推介一啲你嗰條你嗰陣時睇嗰條片類近嘅片俾觀眾群去選擇啊。咁依家嘅 YouTube 咧，其實就會係。淨係俾一啲可能你本身有睇開嘅人，或者甚至乎係你有睇開嘅人有賣廣告嘅片，俾你去選擇啊！咁令到佢嗰個廣告收費咧，喺 YouTube 嘅我哋呢啲叫做拍片嘅 YouTuber 啦，我唔知道叫自己算唔算 YouTuber， 其實冇人睇，係咯。咁所以咧，就變得好似更重要咗啊！嗰、那個廣告效果，咁變成咗就可以叫迫使咗多啲人去落佢個廣告啊！咁就令到好似我啲低成本冇收入，冇理由有冇收入住走去俾錢落廣告嘅人咧，係冇咗好多機會咯，變咗係咯。咁所以就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嘅，你可能真係幫我俾多啲 like 或者 share 下多啲我嘅片嘅話，會好啲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基本上一直都冇人睇嘅，就冇人睇咯，繼續冇人睇啦，不停都係冇人睇啦，係咯。
咁就係咁樣啦。咁係咯，可能我會剪，因為我剪片又唔係特別好叻嘅，老實講。咁我都係比較啲有啲求其啲咁樣剪嘅啲片嚟嘅，通常好多，甚至乎有啲生存片係直出咁滯嘅，純粹頭尾加啲動畫加啲畫喺度啦。咁就反而可能我嚟緊都係畫多啲畫好過啦，叫揾翻自己啊，揾翻自己本身想要嘅嘢啊。不是純粹嚟打機，跟住拍條片擺上網，跟住就好似自己自嗨咗算咁樣啦，係咯。咁呢個石器時代嘅一個童年回憶，我都會繼續 keep 住拍，甚至乎可能我會喺呢、這個這個平台，用呢個背景嘅平台嚟講下自己啲生活日事啦，叫做咁啊。呢個係我嘅呢個漫畫狗吹下水咁樣啦喺度。咁就可能講下啲近況啊、香港時事啊啲嘢啦，係咯。如果講開香港時事，又可能講多少少啦。就係依家我拍呢條片係7月14日啦。咁香港喺過去一個月裏面都非常之沉重啦，好多人嘅心情。咁亦都有好多人輕生咗啦。咁我覺得，如果大家係覺得有啲焦慮，或者係睇新聞睇到好嚴重、好辛苦、好影響心情嘅，其實不妨就唔好追咁貼一啲直播啦。可以關注多啲新聞嘅唔同報章嘅一啲專業啦。咁你都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即係直接睇到一啲事件嘅結果啦，就會好過你當刻睇住直播有好多令人悲傷、令人憤怒嘅片嘅畫面嘅，可以省卻咗。咁因為大家即係可能香港好多人而家都喺度抗爭緊啦，你嘅情緒對件事冇任何幫助嘅。其實你嘅參與先係對成個運動有一個真正嘅真正嘅效果啦。不論你係一啲和理非或者係用武派啊。反而如果純粹是我覺得比較會容易淨係灰嘅人，係一啲比較又喺比較前線，但係就即係其實我都明白前線嘅人係好辛苦嘅，不停喺度對抗啊，可能睇住啲朋友俾人拉咗，都唔知可以做得啲乜嘢。咁甚至乎係有啲人純粹係睇緊個直播，就覺得成個香港開始改變到自己唔係好熟悉。咁都會令佢唔開心，係咯。所以就盡量令自己舒服啲，唔好咁痛苦，唔好咁辛苦啦。所以就其實冇人會怪你嘅，其實你只要參與個運動咧，我覺得已經係對成個運動都一個好好嘅幫助啦。唔好逼自己去到一個咁崩緊嘅情況啦。對，即使你係一個前線嘅人啦，你嘅情緒、你嘅一切都未必係會對整體或者身邊嘅所有人有一個好處。好好咁調節情緒，仗係有排打嘅，係唔係一時三刻就完結嘅。睇翻過往歷史，要得到比較民主嘅社會，都係付出好多時間同努力噶。咁希望會令到你哋會舒服啲啦。同埋我覺得其他嘅人，如果你真係覺得佢哋做得啱，甚至乎你哋唔係覺得佢哋啱，但同時間亦都唔覺得佢哋好錯，甚至乎其實你唔理解佢哋做緊啲乜嘢，咁你多啲理解，都唔好去喺未完全知道發生咩事的情況底下就踩下佢踩佢哋啊，覺得佢哋暴力啊，唔啱啊咁樣。其實嘗試理解多少少，究竟呢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啊？普遍嗰啲話學生暴力嘅人都係會覺得啊，警察打份工啫，警察都係出份糧咁都被逼，咁你都唔使咁失咁對佢咁粗暴啦，佢會覺得。咁但係調翻轉頭，你亦都可能向啲細路仔入諗下啦，佢哋其實都係會被警察好粗暴咁對待啦。佢哋都只係細路仔啦，佢哋冇裝備喺身噶啦。其實佢哋係真正嘅弱者啦。點解佢哋會都仲要咁樣做？其實佢哋唔係傻啊，佢哋係有一個理想嘅，有一個目的嘅，好明確嘅目的嘅。究竟係邊一個逼到呢件事發展到咁樣？好多人啦、政府啦、高官啦、一啲
建制派啦，甚至乎是一些藍絲帶啦，會逼到一個情況是這樣啦，即是你的惡意攻擊的年輕人，即使你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你都會激化到他們對這個社會更加憤怒。一句廢青不是那麼簡單說完就是代表無威力的，是其實是一個即都是一個傷害來的。反過來我們都會叫你廢腦的時候，你都有什麼感覺一樣，自己將心比己，我覺得這個世界是的。所以剛剛昨天有這個上水光復上水的行動啦，我看到很多人支持啦，我是沒有支持到的，我是在家看直播，今天也有遊行啦，我也是不得閒去支持的，是都是看直播的。咁我記得好似話民陣喺7月21號會發起遊行啦，咁我呢個就應該會去㗎啦，咁就有時間嘅就去參加啦，希望大家可以搵到更加美好嘅香港啦，真係搵到真正屬於人民嘅香港啦，係啦。咁呢條片去到呢度先啦，咁就有機會再同大家可能吹吹水，講下一些廢話啦，我的沒人聽的廢話啦，好啦，是這樣先，拜拜。